让老玩家一等再等的人王，今年所释出的试玩版，大家们都玩到啊！现在终于也公开了预购资讯，我想这次应该是不会再延期了吧？而在明年的2月9号，终于就可以玩到这款传说中的大学长游戏喽！赶快来看看我们的预购详细资讯吧。人王这款游戏从2004年玩家都还在打 PS2 的时候就公布消息，要在 PS3 推出。后来跨过一整个 PS3 世代，经过了12年，总算确定明年2017年要正式上市喽。本作的故事叙述由日本战国时代，由于经年累月的战乱，造成妖怪横行，玩家要操作着外国来的金发武士威廉亚当斯，套上消灭妖魔的旅程。人王将在明年2月9日上市，分为1690元的一般版和2390元的数位豪华版，首批都会赠送真田幸村铠甲装备一套，而数位豪华版还会多送5款专属武器和 DLC 机票，让你在斩妖除魔的路上事半功倍。这款让安娜等到头发都白了的人王，终于不再跳票了，我要马上带着闪闪泪光到 PlayStation Store 预购了。